感谢呆妹悄咪咪暗恋志勋送的飞机啊！啊这你这个 ID 你都能念出来啊，志勋。没事啊，没有人的事情念出来不是很正常？尊重老板，老板给我送礼物，我尊重老板，感谢一下，很简单，对吧？不要想歪。呆妹应该不是悄咪咪的喜欢吧？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喜欢吧？没有，那个是属于是直播效果。他跟我们是好兄弟哦，是吗？我应该给你听一下私下的呆妹给我的语音啊，你想听吗？我想听，我想听。我不想听。咱们是好兄弟啊，也不要瞎搞。来，我放出来听一下啊。我操！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妹，你他妈，你除了抢我的男人，你他妈，我操！他指的是直，他指的是直播的这个，懂吗？直播的伙伴，你可能想多了。哦，直播伙伴、哦，男人，我的男人，你的男人，呆妹的男人，好乱啊，这个关系。他指的是什么呢？以前我跟他玩，现在我跟你玩。呆妹她是属于是典型的，她是她那个不太会说话，知道吗？嗯，说的有道理，你好了解她哦。她是啥话都说，相信看过她直播的水友呢，应该是都懂，懂的都懂，好吗，兄弟们？是不是？你好了解她哦。不是，这不是了解，这是作为一个主播，我可以听得出来，我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。这声音是我后期合成的，行了吧？好。评论、点赞、加分享，下棋排位上分爽。